请坐，请坐。赵大人，请问大驾光临，有何要事啊？司叔，我有一件私事相求，请说。司叔，我是来提亲的，我对周莹一往情深。您现在是吴家的长辈，我希望您能够成全。这椅子搬去校长室，是教室的，这是教室的啊。春信，哎，这是先生房间的。先生房间，好。大哥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哦。我们女子学堂还缺块门匾，我想找你来写。你自己写就得了呗。我那字见不得人，你的字好，又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就别推辞了。春信，快准备纸墨。啊，好。走。写得太好了，我这就叫人去刻成匾去。哎，你等等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们学堂定在初一开学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，而且得穿着你的总督官服来，这样我们学堂才有面子，以后我们招生也不会这么辛苦了。好，那你说定了啊？你是有什么事情啊？和我说。没有，你先去忙吧。行。春信，来了。来。哎呦，没打着。来，打奶奶。哎呦，打着了，打着了。哎呦，我孙子真能啊。四叔四婶儿。哟，周莹。周莹啊。那个春信啊，你去把那个怀仙啊带到一边玩去。我们跟周莹有点事要说啊。好，快去少爷，去玩去，快去吧。要不我们去屋里坐？啊不不不，来，不用了，就这儿吧。行，坐着吧。行。周莹啊，赵白氏今天来找我。啊。他是。到我们老吴家来提亲的，他希望能够娶你。啥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这事儿如果放在以前，不管是什么巡抚、总督啊，我一定是一顿棍棒相加把他打出去。可是现在不同喽，世事大变。寡妇在家已经不再是一件伤风败俗之事了。再说这么多年，你对我们吴家是呕心沥血，啊，我们再拘着你，那显得太不厚道。而赵大人对你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呢。哎，这事我和你四婶商量了，我和你四婶愿意成全。周莹啊，这十多年了。你的苦啊，我和你娘都看在眼里。我跟你娘说了，她让我转达给你，赵大人是个好人，嫁与不嫁全由你自己做主，她绝不多说一句。这咋了嘛？那周莹，你要是顾及以前在老吴家祠堂里说的那些誓言，这个我来担着。这休书都写好了，我跟你娘都在上面签字画押了。周莹啊，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我们老吴家的人了，以前的那些誓言也都不再作数了。四叔，你这是……周莹，你自由了。孩子，嫁了吧，别再一个人呢，在这世上孤单着，啊。
怎么了？怎么不进去？我还没想好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你不是一直都很烦我吗？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可是我觉得……可你没有觉得后来我越来越欣赏你，越来越敬重你，越来越爱你。哎呦，大哥，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喊我大哥。你偷郑氏的银子，我打了你板子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你的心思就不一样了。东院被袭击，你被绑架，我心急如焚，但并不察觉自己已经沦陷。直到你被韩三春掳进了山寨，我才突然间发现我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你。因为礼法，因为世俗的眼光，我虽然爱你入骨，却不敢越雷池一步。但今天天下已经大变，祖宗之志已成为桎梏，唯一不变的是我想保护你，照顾你的心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好，但是我从没想过你对我……所有人都看出了我对你的心思，唯有你不知道。所有人？无一之所以陷害你，除了要保护我的师徒，还因为嫉妒。沈星移送来账本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封信，他希望由我来照顾你的余生。周莹，嫁给我。我从没想过这件事情。那你现在可以想了，慢慢想，我不逼你。你一个陕甘总督，跟我蹲在这儿，像什么话？
只要能跟你在一起。